的心，预备来朝见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一天，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叫我们在祂的里面有健康的身体，叫我们在祂的里面有祂所赐的真正的平安。来到神面前，向祂献上我们的感恩。
我要专心的爱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幸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幸的掌管一切，将你的话语
感谢你，主谢谢你，主啊，因为你是那位引领我们生命的主，主啊，因为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在你里头，主啊，有那生命的源头，主，你是那呼召我们的神，主啊，你呼召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你，在我们还处在黑暗中的时候，你就已经呼召我们。
求你来充满我，求你充满在我的里面，求你来洁净我，求你带领我进入你真正的安息里面，求你帮助我，叫我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进到你的永恒里面。主，唯有你可以，主，唯有你可以释放我的生命，主，唯有你可以满足我的心。
Thank you.
我更加的衰微，愿你在我们的里头更加的兴旺。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小姐妹，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凭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我们报告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家中的消息。首先，我们要欢迎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今天是第一次来，请跟我们挥挥手好吗？非常欢迎你，大会后呢可以欢迎你到台前来，我们有准备精美的小礼物要送给你。代祷的部分，我们为了在病痛当中的肢体来祷告，我们为了陈信伟弟兄肺腺癌及第三次化疗，那牧师之前北上台北特别去为他已经举行了洗礼，那他也已经信主了，谢谢。再来，我们也为了卓秀兰女士的术后复原来祷告，她是燕如已经跟以慈的母亲。那弟兄姐妹可能比较不认识她，因为她通常是在礼拜六的晚上，她会她虽然还没受洗，但是呢，她常常礼拜六的晚上都会煮饭，然后给敬拜团的同工吃，让我们可以吃得饱饱的，然后再来服侍。我们求神纪念她的摆上。再来，我们也为了教会的长辈刘德忠爷爷他的脚部手术的复原来祷告，就是来医治他。消息的部分，中华神学院的延伸之课程秋季班呢，即将开始了。那这一期秋季要开设的课程呢，是保罗书信的导读。你知道保罗总共写了哪些书信吗？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哪一些是保罗的教导吗？那你知道保罗的书信跟每个基督徒又是什么关系呢？欢迎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报名来参加这个课程。第二点，我们感谢主，教会有专业的导演将开设微电影的课程，希望培养更多影音专业的人才来为主发光。那下个礼拜天9月6号的周五呢，将举行第一场的讲座，欢迎弟兄姐妹可以邀请朋友来参加。那我们看下一页，这就是活动的一个小海报。那这个海报我们也会张贴在公布栏，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些详细的内容可以到公布栏那里去参阅。好，下一下，再来是建堂的部分。教会每月循环贷款约计54万元，8月份到上周为止奉献金额是31040元，不守传承银币的奉献是20000元，截至7月底为止上欠77,999,487元。我们请大家继续来关心奉献。储户社的部分提醒，8月份还没存股金的社员可以在会后到4楼储户社来办理。以下是本周的奉献收支表，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同来参阅。那若是你想要申请奉献编号的，你也可以请洽我们的司库蔡景婷姐妹，或是司长林木杰弟兄。好，接下来是我们奉献的时间，请会众起立。奉献是基督徒对神的感恩，也是当尽的义务。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可以自由选择奉献或不奉献，甘心乐意的奉献，必蒙神的赐福。让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感谢耶稣。
敬拜在你面前被你所喜欢，主啊，因为你的喜欢就是我们生命最大的喜乐。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一起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只有一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的背诵经文呢，同样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再来读一遍，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牧师要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是长大成熟第八讲，宣扬神的美德。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刚才这段经文很重要，它的结构是这样子，它其实是以色列国的立法的这个建国的宪法，从出埃及第十九章那里延伸过来，所以这句话我们要把它背起来。那基督徒才知道你应该要做些什么，所以我把它结构稍微调整一下。它的结构就是这样，唯有你们，就是我现在在神面前愿意来亲近他、信靠他的人，唯有你们，我们一起来念这三个字是什么？是。是。是。好，先到这里，有四个身份很重要的，是，没有不是的。没有也许，没有可能，是很肯定句。Yes， 你就是如此，是被拣选的族类，也唯有你们哦，是唯有你们，是很独特的，是被拣选的族类，就是神选召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这四个身份，目的是要做什么？我们来念接下来。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所以你知道你的身份以后，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
对，要宣扬神的美德，这就是基督徒的献纲，很重要的，你要把它背下来。好，先给你一分钟背起来，背起来的举手有奖品。有人要试着背一下。基督徒不能不背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太重要了，不然你就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据说希腊本来六十五岁想要退休了也不能，他说六十七岁吧，后来一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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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就会死在讲台上吧，慢慢的等。可是圣经呢是不改变的，耶稣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哦，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天地有没有可能废去？有可能。好，我们把那个灯调暗一点。这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是太阳，好吧？它用那些遮光，然后就看到太阳的表面。然后这是太阳，那这些有一些风从这里跑出来。以前的人观测太阳，发现有一些叫做黑子。可是2015年开始有一个新的发现哦，太阳好像有一个黑洞，而且在南北的地方越来越大，这个叫做冕洞，冠冕的冕，冕洞。所以太阳快要烧尽了，之前不是说只有小小的黑子，那个烧尽没那么快，怎么那么大啊？这是用不同颜色拍的。然后呢，这个冕洞呢，那它现在是这样子，然后从它的这个洞会产生一些风，这个叫太阳风。那这个风呢，时速就是150万公里，150万公里，你看有时速那么快的吗？我们的高铁几公里？300嘛，好，300很快的，对不对？那这是150万公里，它带着很强大能量的粒子，就这样发射出来，所以这个叫做。有人叫它太阳风暴。好，那很危险的就是地球在这里啊，哇，撞到怎么办？以前的人不管这些啦，没有不会怎样啊。但是现在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因为太空中有多少的人造卫星，知道吗？1000个以上，它会帮助我们做飞机导航、定位、手机，还有现在很多的这些
定位有没有，都是上去下来。所以如果太阳风暴首先会被打到的是这些电子产品，那危不危险啊？我们危不危险？好像很危险对不对？能打过来，哇，好危险哦。那其实圣经说，圣经怎么说？说神为太阳安设帐幕。好，就是这一张，这条案例。其实地球有一个保护，有一个防护罩，知道吗？上帝说为太阳安设帐幕，因为这个太阳啊冲过来会很危险，所以有一个保护。如果没有这个保护，我们就完了。圣经上说，白日太阳并不伤你，黑夜月亮也不害你，知道吗？这个我们的 Dr. Kevin 跟我提供一个，你知道天空的这些空气中的物质啊，都是非常平衡的。如果有什么多一点，什么少一点，我们就玩完了。而且这里阻这个大气层阻碍的一些太空中有害的物质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保护里面，你是在主的爱里面，你是在神的保护里面要来认识神。所以我们如果不晓得，我们就可能恐慌，哇，我们就随着这些报道非常害怕，随着正面的改变非常害怕。但是你要怎么样可以不害怕？你要抓住神的话语，你要知道神的话语是安定人心的，神的话语安定在天，天地都废去了，神的话语也不会改变，所以你抓住神的话语，你就有平安。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你常常会非常的不安。好，这个是什么？极光，对不对？这就是太阳风暴过来以后，然后呢，地球磁场所产生的一种极光。原来这些竟然在神的安排里面变成很漂亮的极光，好，特别在南北极的地方看得到，非常漂亮。好，所以我们要说，唯有我们知道的人，我们要去传扬啊，我们要去传扬那些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世界因为人担心害怕而受死亡的恐吓，以至于活在那恶者的权下。我们因为怕缺乏，哎呀，我不愿意施舍给别人，因为我给他我没有怎么办？所以我们不断的囤积，我们不断的为自己预备，以为是可靠的，可是却不可靠。神要我们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这样的一个奇妙者。奇妙的神，他所创造，他所做的这一切，他所在你生命中成就的这些美德，所以我们要去把它宣扬出来。好，所以我要讲的第一点，怎么样宣扬呢？你要知道，你是因为主的爱而被拣选的，因为你是被拣选的族类。好吧，我们自我宣告一下，我是因为接受主的爱而被拣选的人。我是因为接受主的爱而被拣选的人。有些人不宣告，为什么？因为他想宣告没有用。宣告很有用，我等一下告诉你话语的能力，好不好？宣告非常有用，我们自己再宣告一次，你就活在神爱中。我是因为接受主神爱而被拣选的人。阿们。神说他拣选你，他就拣选你，因为神不会说谎，他就是真理啊。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不行啦。神说你行，你就行。刚才如果没有听到旁边的人在宣告，你就稍微给他戳一下，说你是被拣选的，好吧？叫他不用担心，你是被拣选的，而且你是被设立成为君尊的祭司，而且你是被分别出来归入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好吧？如果他还觉得不行，你还再戳他一下，你不要小看自己，好吧？鼓励他一下，我们的话语有能力，你的话语一宣告就带着能力哦。甚至说从创世以前他就拣选我们，从创世以前他就认识，而且他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你不要想说，哎，我不行。上帝差派摩西的时候，他说，摩西说不行不行，你不要找我，我是个不良人，我笨口拙舌，而
且我不敢去见那个埃及王，因为我曾经在埃及有命案呐、啊，犯了罪，所以我才不敢去呢。我是笨口拙舌的。上帝说：“我叫你去先呀，你就去呀、啊。”哦，不行，我不行，我打死都不能去。神就说：“那我给你神迹证明我与你同在。”而且他看到的哦，他那个手放到袖子里面，伸出来变成大麻风，后来又伸出去又拿出来，哎，好麻风好了。而且他看到那个上帝给他的那个杖会改变，而他还是很担心。而上帝说：“那我猜。”你哥哥亚伦和你一起去，这样敢的吧？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宣扬，就是要我们去告诉神他奇妙的作为。可是我们常常不敢，我们常常不晓得。神他选召你，他爱你。第五节说，我们一起来念的。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灵魂。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这些信的人做了非常奇妙的事，就是他为你死，赎了你的罪。所以你不要再说，哎呀，我是有罪的，哎呀，我是笨口拙舌的。神会赐下圣灵成为你随时的帮助，所以你尽管可以宣扬神的美德，你要就要去宣扬神的美德。我要讲圣经中这个圣洁的国民，圣洁这个字希腊文叫做。好，我们的希伯来文老师，这个 Dr. Kevin， 这个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好，谢谢帮我念，就是被分别出来。你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在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他们说：“啊，你们到那个地方以后，那些国民哦，拜的超惨的，根本就是迷信，别人怎么教他们怎么拜。所以你们中间啊，甚至有人哦。”怎么办呢？把儿女，把一个神像用铁做的，然后烤的热热的，然后把自己的婴孩、自己的儿女献上去，那婴孩会不会死？会有烧焦味，对不对？当然会死。他说他们让儿女惊火，上帝就很生气，他说你们不可，因为这些国民所行的是可憎恶的，你们不要学哦。然后呢，不可。使儿女惊惑，不可占卜、观照、用法术、行邪术、用迷术、教诲、行巫术、过阴等等等，很多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大部分是以讹传讹，知道吗？大部分是，但是也有一些灵验，为什么？因为有恶者啊，因为有人相信啊，所以我们要晓得，神他非常讨厌这件事，然后他就说，凡行这些事的。是神所憎恶的，所以这个可憎恶的事呢，让这些国民呢被赶出去，就像赶出二房客。你的房子是很棒的，通风采光什么设备都很好，可是有人租进来跟你租房子，他把你这个拆掉，那个毁了，把垃圾倒满地，然后乱七八糟。上次我们看到电视新闻，对不对？啊，有些二房客，哇，他住过以后，后面的人不能住了。所以神很讨厌这样，因为他创造了宇宙万有，可是人们去把它破坏掉。神他就规定了这个律法，就是神国的宪纲，出埃及记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的前身。第十九章第五节说，我们一起来念来。当时候以色列人是被拣选的，可是现在被拣选的就是我们这些真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神的子民。那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进去以后，他们没有做好一件非常重要，就是宣扬神，所以他们忘记这些话，你要告诉，你要去传，以至于他们在一代过一代后，他们进去一个，有些人就被同化，有些人一代一代就慢慢远离神了。就不知道这些，所以传扬的功夫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不去传，那只有让恶者去传。所以我们要
第二点要预备自己站上讲台，我讲的讲台不是这里，也是这里，好不好？如果有人想要站这里的，有没有？我们会有一个讲道小组的训练，愿意站上这里的就可以来，好不好？但不是这里，不是一定要站在这里，而是当你两三个朋友在讨论一些事情，你就要站在那个可以讲的那个位置。你要把你所预备好的，就是从圣经神的话语所领受的，跟别人分享。你也不要乱讲哦，你要去分享出来，就是要预备自己站在那个位置上，要去传讲，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很可怜的。所以基督徒怎么样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因为有福音传给你，对不对？有人传福音给你，才知道，而且你相信以后，神的话语就开始改变你啊！改变你以后，你要去传给人哦。所以这个传是很重要的。你是别人浇灌成长的，神的道栽种在你心里，然后你也要去栽种这样的道，传这个道，浇灌栽种，好让别人也能够长大成熟。耶稣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是在耶稣他离开世界之前他的祷告，成为大祭司的祷告。他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你的道就是真理，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我们怎么样出黑暗入光明？是因为神的话语进来。我有一次我就觉得，哎，我很伤心，我很绝望，我对人性绝望，我对我自己都绝望。哎，可是当上帝的话语一进来，我儿子，我与你同在。你不要像那无知的罗马，罗就是驴子和马，罗马必用嘴环配头勒住，不然就不能驯服。我以前觉得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弱肉强食，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尔虞我诈，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那么冷漠，那么现实。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很灰心，所以我一定要以暴制暴，我一定要更强，我一定要怎么样。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也很沮丧，有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没那么强。可是当神的话语给进来，然后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我要与你同在，我要做你的神，我会带领你。神的话语进来啊，那种灰暗就跑了；神的话语进来，那种仇恨就消失了；神的话语进来啊，我就得到力量。所以神的话语就是真理，神的话语使我们成圣。这是我们暑假7月21号小小神人领的小朋友，他们中餐吃完饭以后，那些饭剩下的，我们把它拿了两坨，拿了一坨，然后拿了两个瓶子，我们就把它分开，放在同一坨饭哦，放在两个瓶子里面，然后一边写着“谢谢你，你很棒”，跟他说“谢谢你，你很棒”，另外一罐写着“笨蛋，你很烂”。你知道吗？现在变成怎样？在这里。这是谢谢你，你很棒，好，可以传着看一下啊，但是不要掉了。这是笨蛋，你很烂。可是我们现在今天我把它改了，改成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以后看看怎么样，好不好？我们传的时候大家可以说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变得更丰盛，好不好？跟大家讲一下。啊，你若觉得很恶心，就传给别人，好。我要说的是话语的能力。神他说，他用说创造这个宇宙万有，然后有些这个定律很多人在用啊，这个是属灵的定律，不是啊，它只是一般定律而已，知道吗？因为养牛的也在用啊，它可以让牛奶更好，它 种田的也在用，它可以让这个所种的长得更好。据说养鸡的也在用啊，放音乐，使用这个声音。好，在我们看的时候，我要问声和音有什么分别？你知道吗？同样有200块的离子餐券，声和音有什么不同？我们只知道声音，声音，所以我说，哎，
我讲也没有用，刚才有人要宣告，我不在场宣告，因为我的声音是没有什么用的。我告诉你，声音非常有用，知道吗？你常常鼓励一个小孩，你很棒，你很棒，他将来就很棒。你跟一个小孩说你很烂嘞，你很笨嘞，他以后就很笨嘞，他志气就没了。所以千万不要讲这种话，知道吗？要多多赞美你的家人，特别是你的另一半。你要常常赞美，哎呀，他都知道，不用我讲，讲那么多是干嘛？你讲越多自称，你很漂亮，你很棒，你好温柔，他就越漂亮越温柔，知道吗？你说你怎么那样子，那么容易，那脾气那么不好，那么黄脸婆，你越讲他越黄脸婆，他越脾气不好，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常常使用这样一个能力，话语的能力来建造人，不要用成负面那种拆毁的能力。你的口啊，甚至说你要保守你的口啊，你要保守你的心啊，你要因为心里面所想的，口里就发出来啊，所以就产生了这些。好，身和意有什么不一样？好，很多人可能没有做这种研究。好，身就是阻隔，比如说我今天要上台之前，昨天晚上就这样，我就失身了，那我就一直按手祷告。上帝，我要上台讲道的时候，你给我一些圣灵吧，因为我是要传讲你的道。哎，昨天晚上讲道完全没有咳嗽，今天我仍然求主帮助我，让我的生命被生有，我不要失声。音是指的受隔，听见的人说：“哎呀，你唱歌五音不全，对不对？不是五声不全。”是五音，所以音是一个受隔的人所发出来的这个角度所听见的。好，所以这个饭到底是他是因为他所接收的音，还是因为他有听到这个声，他的阻隔接收了这个命令，是声音的哪一种？好，我告诉你，声音又分成三种，一种叫做响度，就是多少分贝，就是大小声几分贝，就是有多响。第二种叫做音调，就是它是用赫兹，是多高的音，高频或低频，它有多高多低，这个是声音的分别。还是它的音频，音频就是它的音波也不协调，像我们的乐器和弦一弹，一个主要的音主旋律，但是其他很多其他的音波是交叉着，让它产生很协调，所以人听了以后心情会很好。可是你如果走音了，就突然间很棒的音就觉得被打破了。好，刚才有人想到那是什么原因？那个传到哪里了？那边吧，还继续传。好 ，OK。好，到底是怎么样可以变成这样呢？很神奇啊，我们其实。很多年的小小神人影，我们都告诉他们祷告是很有效的，然后我就让他们玩这个游戏。那其实这个是一般的定律而已。人怎么样听见福音得救，这个才是属灵的定律。这个是属灵的定律，福音怎么样进入你，然后你怎么样改变，我们很不晓得，对不对？很奇妙的。好，我问你。是因为响度让那个改变的，是因为很大声的告诉他笨蛋你很烂，因为语气加强很凶，所以他就吓到了。一个是谢谢你很棒，这比较温柔，所以他就变好了。举手是因为响度的举手，啊，没有。好，那是因为音调，就是你用高音或低，因为这些实验的人。都是小朋友，所以他们的声音很棒，所以是因为音调的。举手，我们可能下次可以关怀协会的年长者实验一下，好，是因为音调的举手有没有？不是，那是因为音频、音波。好，请放下。其他没有举手举一下手，表示你的手没有麻掉。好，这个那再问三个。是因为意念力有没有？念力让它成熟的举手，念力的，有没有人说念力的？好，请放下。
是因为心法。是因为其他不知的外力，好，是因为其他没举手的再举下手，不要让你的手那个僵硬，好，好，那我再问一下，是因为信心的举手，信心，我开始有一个好情况下，是因为盼望的力量的举手，盼望，好，情况下。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才成就这事的举手。哦，大部分都举手，好，请放下。好，感谢上帝，神爱我们。神他非常爱我们，所以他想办法让我们认识他。他说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是万事都有可能，对不对？是这些音调、音频什么？万事与存心，神爱我们的心。因为你是为了接受主的爱而被拣选的人，所以神爱我们，神要你预备自己站在讲台上，因为他用他的福音再生了我们，改变了我们。我以前是一个吸毒的人，人见人怕，可是现在很多人要跟我排时间，牧师你有没有时间？我对不起，我什么时候都排满了，我还是会尽量排，我会常常喉咙用太多就没声音。神他改变我们，是因为他的话语，他改变了我们，所以我们晓得是因为神爱我们。好，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吗？神用要你用各样的方法，有些人需要用律法，他就说他的律法全备；有些人需要用法度，有些人用训斥，有些人用命令，有些人用道理，有些人用典章。这里诗篇诗人超厉害的，用不同的变化名词。让我们的生命苏醒过来，这个苏醒过来就是 return， 就是回归到起初上帝造我们，神更新了我们。我们在这世界常常被很多错误的资讯、很乌烟瘴气给弄得很混乱，所以我们不晓得神的大能。神他准备要成全、要洁净我们，所以他甚至于让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你信，你就得到洁净。”可是我们还是觉得不可能，因为你已经被同化了，被这个世界给拘住、拘禁了，所以你没办法原谅你自己，你没办法让罪恶不再捆绑你，你没办法脱离你的不好的命运。你觉得说我就是注定，我一出生就没有爹不疼娘不爱，你可能觉得这样，但我告诉你，耶稣爱你，他来为你舍命，以他舍命这样的爱来爱你，所以你只要接受，你就被更新了。所以这个苏醒的意思就是你的灵就醒过来，眼睛就打开了，发现哦，原来我是那样的贵重。我等一下告诉你，另外那个词是很棒的。如果我们不去传中元节拜拜，你就即使中元节拜拜都是商人在教的，对不对？他叫你拜旺旺，说这样比较旺，对不对？也是用话语的能力啊，你就很多人就去买旺旺。那这次有一个广告，我看来还蛮好笑的，说这个啊，买那个什么阿公喜欢吃的嘛，然后孙子就去拿一些阿公喜欢吃，然后阿妈也拿说啊，阿公喜欢吃，他昨天告诉我他喜欢吃。哎，中元节是在拜什么？拜孤魂野鬼嘛，对不对？中元节是在拜孤魂野鬼，所以你把你的阿公放在哪里？有我的一个同工，他昨天转接听我，牧师，你讲这个要小心哦，别人来踢馆。因为中元节有两个元，一个元是道教这个元，另外一个元是佛教的一个原来的元，都不一样。所以人家那个中元节是那个什么盂兰盆节啊，就是他不是拜鬼也可以祭祖啊。我告诉我不怕人家来踢馆，你知道吗？我同工真的很可爱，他因为他现在有开始学民间宗教，但是其实民间宗教我早就修完了，太多我不要修。其实你有没有听过木莲救母？有没有？木莲是个很孝顺的人，可是呢，他的妈妈在哪里？对，为什么？因为他做了十恶不赦的事，
所以到地狱，他就想到他的妈妈很可怜，他有一天用他的法力想要喂养他的妈妈，可是一到他妈妈的口里面，那些树就化成灰，吃不到。于是他想，我应该怎么办？然后有一本经叫做《盂兰盆经》，他就告诉我，在这一天里面、叫做佛喜日，就大家要很欢喜，要去供佛。然后当佛都吃满足了以后，你的妈妈就可以，也是一样，是我不要讲很详细啊，是指着把你的父母定位在那里。可是我们有时候又觉得我的父母要应聘我说要把他的墓园放在风水好一点的位置，因为好让他可以应聘我，对不对？我有时候希望我们这些祖先是在天上有能力应聘我。我有时候是这样，可是我们为了自己想吃，我觉得那个广告超好笑，就是为了自己想吃，就说阿公喜欢吃，就把它定位在那里，你知道话语的能力吗？可是天上神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已经拿到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有钥匙，我没有你家钥匙，对不对？我没有你家钥匙，没有啊，哦，你有没有我家钥匙？为什么没有？因为那不是你在管的啊，哦，这我不给你啊，好。耶稣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表示什么？表示他可以释放，表示他可来要拯救所有的人。所以呢，圣经上说，你只要信耶稣啊，你不要担心你的祖先在哪里，你的祖先在神那里。慢慢你会懂得更多。我希望我们晓得，在这种中元节的时候，如果你不站上讲台，那就有说谎的那些商人去继续骗人吧。哇，这个要烧什么香，烧什么纸钱，用，甚至还有现在据说那种纸扎的那个房子啊，有没有？哦，还蛮现代化的。以前一个五六千是很普通的，现在那种现代化的，里面还有他祖先想要看盘，还有看盘室，做很多的那个荧幕，电脑荧幕，一个十几万都有人在买，然后做好了就把它烧掉，就是那个模型。我们外面有一个模型，我们教会的，不要拿去烧掉。人自己想出来的，然后就成为一种商品，然后鼓励迷信，大家就以为我只要这样就安心了，就把钱掏给他。因为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商人糊弄，这商人怎么又不是读神学的，怎么拿来教导呢？我觉得很可恨，很可恶。可是呢，我们呢？如果你不去传，你就让这些人去传，那大家只有一个声音，那当然就听这个声音。好，我们来念这段经文来。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在创造的时候，神说要有光，神用说的，然后就有了光。因为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当我们去传讲，站在讲台上，你要记得哦，你要把经文背起来。当你每次宣告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进入人心，就像那个米饭被保守一样，就像那个地球的那个起初神的创造，就是那样的保护我们。你如果不去传，它就是恶者去工作。所以神的话语带着能力。好，我要讲第三点，要显明基督救恩之光，所以我们叫做基督救恩之光。我们强调的是解经，神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我们要晓得真的怎么样站在讲台上，就是那个传扬的功夫很重要。这个传扬的功夫，我现在要教大家几个希腊文。这个希腊文传讲，圣经说到了日期，我们要借着传扬的功夫，也就是你怎么传是很重要的。就像钓鱼，你要钓这种鱼就要用这种饵，你要钓那种鱼就要那种饵，你用钓海的去钓淡水的不可能，你要用钓大鱼的去钓小鱼也不可能。所以我们要晓得传扬的功夫。讲到钓鱼，我要讲这个字 Keruma， 我把它讲谐音了，就是像钓鱼的那个卷线器 Kuruma， 日语是 Kuruma， 这个卷线器有会钓鱼就晓得，就是你可以甩得很远，你也可以直接放下去，这叫卷线器。
传道就像这样，你也可以讲的那个很深远的长篇大论，你也可以只精简的讲一两句神的话语。要借着传扬的功夫，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你，所以要借着这功夫把他的道显明，要显明基督救恩之光，把他的救恩讲出来，讲解的清楚。好，第二个是我要讲到，这个是 Caruso。在施洗约翰在旷野讲到，他用的是这个是 Caruso， 我运用一下，有点对不起施洗约翰，但是我只是为了讲道运用。施洗约翰他用的这个是 Caruso， 我是为了帮助大家记，不是他讲话很多说，我是说希望我们讲道不要很多说，就是 Caruso， 台语就是。你可以用耶鲁说，有时候你的讲到让人家觉得耶鲁说就是表示你没有讲到重点了。好，不要用这个耶鲁说啊。神的子民都要会传讲神的美德哦，所以就是用身教。我要讲这第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卡安格里奥，就是宣布。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吧。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就是他用智慧去传讲。我好像讲得不好，有些人走。好，耶稣爱你们。这个 Angelio， 我用一个谐音，这个其实就是字根，它就是福音的意思。你要用各样的智慧哦。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你要用智慧去教导，你要用各样的智慧。所以你传福音有很多种方法。好，我把这张放有点放错误。好，那就先讲，既然就已经出现了，没有听到人很可惜，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是真的是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个旧约希伯来文是掌上明珠的意思，英文翻作这样，就是在所有的这些贝壳里面拿出了一颗闪耀的明珠，就是掌上明珠，做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你站上那个讲台，你就是那个掌上明珠，众人那种看见那个光芒，看见你在神的里面，神如何爱你。所以这个掌上明珠这个字就是做神的子民。当你知道现在有一种，最近他帮我放那段影片，有一段影片，你知道这是什么吗？2016年身份证要改成智慧晶片，有没有那段影片？
有带丢的举手，怕丢掉是不是？还是怕什么？啊？对，当然会控制。好，有没有听过六六六？好，现在在预备，这个可以接受没关系啊，它不是六六，因为六六六是指针植入在这里，好，植入晶片在这里，在圣经上是写接受受的印记啊。但是因为这里只要有伤痕，你看我这里的伤痕都不会好，因为这里的皮肤是这样子，其实它很快，其实我教它它就会突破了。只要做一个生物辨识，把晶片放在这里，其他的离开这里就不会有效，这样就可以辨识了。我讲这样的录音，如果被看到，不知道会不会被拿去用。用一个生物辨识有没有？它可以和你的 DNA 结合，就只有你专属了。好，不管是卡片或放在手机，只要两个一对，就是 AB 胶的那种原理，就可以也许可以成功了。好，但是可不可以去接受？圣经说不行哦。可是你看这多方便啊，身份证、健保卡、驾照、行照、金融卡、那个签账卡。哇，所有什么你的福利卡、什么证书、什么比利扣扣，通通可以放在里面，不用一个包包背那么多卡，那丢掉多麻烦，对不对？现在就是怕丢掉而已啊。啊，如果他们知道用在这里，那种双向的，那就很简单了。好，神的话语啊，绝对不会落空啊，绝对会应验，而且你已经知道现在在哪里了，好不好？106年，据说啦。如果能够执行还蛮不错的、啊、可以接受没关系，好吗？因为它不是植入型的。那没有手怎么办？圣经怎么说？会放在哪里？额头上，因为这里的皮肤和这里一样，这里的皮肤和这里受伤都是一个痕迹。好，那怎么样成为神国的子民？这是成为地上的子民。那我们要成为神国的子民，好，这个我先讲一下，成为神国的子民，就是要有我们前面这经文来，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基督徒的印记就是彼此相爱，所以怎么样让人看出你是掌上明珠呢？就是你不是爹不疼娘不爱，是神非常爱你的掌上的珠宝。所以我要教，继续教大家一个字，就是要传福音，传扬这个字是 the angelio， 传扬神国的道。约翰用很多这个原版等传福音，都是这个字跟 angelio， 这是 evangelio， 这是报好消息。好，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有时候女生会比较多，大部分的女生单身。所以他们会很想听到一个福音，就是有恩给你哦，有恩给你啊，有恩给你哦。所以有恩给你哦的意思就是福音。姊妹听到有恩给你哦，有恩给你会很开心，是不是福音很开心哦？有恩给你哦，所以这个字蛮好念的，福音就是有恩给你。对对，姊妹来说了哈，好，所以这个字根呢，它其实就是。在彼得前书2:9，我们所背的那个经文，唯一用这个就是这个字，只有出现在这里一次，他就是用这个字跟 evangelio， 就是召唤人出黑暗入奇妙光者，要去宣扬，就是传福音。而且这个不是用，只是用口传，而不是只有音，而是声音，是让全地听见神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也许是你的。好行为不一定是喉咙发出来的，知道吗？也许是你的好的见证，也许是你的好的文笔，所以用写的也有效哦。不要以为我一定要很大声的去哦，你谢谢你，你很棒，或者是我这个那那天本他给我提供一个方向，我说我们要实验，我讲反过来，比如说对这个谢谢你很棒，用很凶恶的话，谢谢你很棒。另外一个，不知道实验会不会成功？
如果这样子实验，就知道到底是语调的问题还是什么啊？有没有人要参与这个实验啊？我希望有一些人有科学的精神的话，来实验一下。我们，但是传福音这里用的这个字，意思是你要去活出来，要去宣召，那要去显明你是一个被神所爱、神所拯救的人。好，基督徒就是要以爱这个证件，不是中华对这个台湾这个想法蛮不错的，很趋近圣经，又让这个神的预言更进一步的实现啊！啊，这可是基督徒做的，更进一步的实现啊！那个盼望神国降临，但是重点是我们要去宣扬，要彼此相爱的心，这个印记才是神国的印记，才是掌上明珠的印记。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这里用了一个字传说，用了一个表明，就是这两种都可以，不管是阻隔的表示，或者是讲出来的方向，不管是什么样的声音，或者是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的一种外显，一种热力。所以说，凡遵守的这公平常行公义，有给人就给你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是圣经的话。谁能传他的美德呢？就是守约是慈爱，就是知道神爱你，而且你常行公平和公义的事，神必定要让你像在万民中被分别出来的一颗闪耀的明珠。神会使用你的生命，在你的社区，在你的班级，在你的公司，在你的邻里当中，在你的这左邻右舍，在你居住的环境，在你所接触的人群里面，你都是那颗最耀眼的明珠。盼我们勇敢的让神的话语从你口中传讲出来，你就会发现世界开始改变，你就会发现神国的降临，很多不可能的事就变为可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主你的恩典，就是主你赦罪之恩，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如今你又赐下那胜过死亡的大能，赐给我们圣灵真理的保惠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真理里面成圣。主啊，你是我们像耀眼的掌上明珠，放在你的手中，愿我们可以在列邦中诉说你的荣耀，传讲主你奇妙的作为，愿我们的生命显出主你那慈爱的样式。主啊，使我们为主你而活，愿你成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用主你的话语不断的来建造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我们起立，我们来唱颂。
地位。